加入大锅里，挤满汤汁的粗米粉，加上新鲜弹窑的小卷，这是台南国华街的小卷米粉。另外，同样是排队名店，还有阿明珠心和极品虾仁饭。这些知名小吃现在是不和国华友爱商圈合作，要打造国华松王宴。美食盛会的活动总共推出25道佳肴，我就不用到处跑来跑去，在地许多观光客喜欢的美食。很期待，因为来这边就是。 一个吃货就是来这边就是完全是值得的，各式各样的卤味大拼盘、蜂蜜猪脚加上肥肠面等等，美食一字排开摆出来，看起来让人不知道从哪里下手。而这一次会取名松王宴，主要是因为国华街上有一棵松王老树。这一棵夫妻树呢，它就在商圈里面，在商圈国华商圈还没成立的时候，这一棵树本来就在这边了。它是以前我听。 长者哈讲说，他以前哈这边附近都是渔翁，把土地填起来，哈下去盖房子。那就在松王树老树底下来举办这个松王宴，我相信一定是盛况空前。游客到台南几乎都会到国华街享用美食，这次把所有的知名小吃结合起来，让民众一次品尝，串联美食名摊行销，让更多人知道府城美食。三立新闻王少有何振凤台南报道。